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可以在今天有这样特别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那个，给我们两八拍出去了吧。罗一中场，3、2、1，谢了谢了。
救命！
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有很好的交流沟通。就踏踏实实的好好这个，练习走累。心痛，我们九个在舞台上就是 X 风的表现形式，载歌载舞，守住自己舞蹈。那因为没有人会代表，更多的期待你的团结。我觉得每一次在舞台上的跟大家的这个相处都是非常珍贵的。老公，再亲一下。我期待每一次在舞台上跟大家的交流。一次那个微博扫楼，一次成功，一次 super app MV。所以这是第一次。粉丝朋友们聊到，就你们来苏州吃了哪些苏州的美食，想再次贴心的问问你们，有时间去吃苏州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和美食吗？没有时间。都在干嘛？小林在排练。都在排练。所以其实你们这两天都是吃的外卖吗？酒店的餐。酒店的餐。那如果说问到你们对苏州的印象，你们印象是怎么样的？还挺好。美景很多。对，苏州就是简单水乡的感觉吧。哎，你看我一个婆婆，没有人看。浪的前一天，还有问题。在苏州拍过戏，再去的话，感觉很亲切。没见到大家，没有见到大家，感觉非常亲切。其实苏州的好吃的还是很多的，也希望我们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尝尝。君正呢，这次来有吃好吃的吗？我说真的这次来有吃好吃的吗？吃了酒店餐。酒店餐，那你知道苏州有哪些美食吗？我有，我有。大家请。酒店餐。好，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其实这样，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游戏环节和互动环节。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热个身。我们第一个游戏呢叫做团队默契大考验，其中呢会隐藏一些粉丝福利，所以我们的成员们要好好的玩游戏。如果你们玩得好，玩得对，就可以为我们的粉丝们争取更多的福利。好呀，是这样，来给你们讲一下游戏规则。在我们的这个桌上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东西，这九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对其中的一件是不是似曾相识。每一件是每一位成员生活和工作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个时候大家来考验团队的默契，你们要来猜每一样东西是属于谁的。所以先请我们的少年们在你的底板上按横的数据或者竖的数据写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代表这九样东西。一会儿要请各位来作答，每样东西属于哪位成员。好，我们先写九个数字在底板上。好，九六现在能听见了吗？好像还是听不见。你们也听不见是不是？一个能听见。对，好，写九个数字在我们的底板上。数字都能写错呀？刚才又写成什么了？这个位置太小了，位置太小了。我看看你写成什么了。没有，擦掉了，擦掉了，擦掉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我知道，这个里面呢会有九件东西。我现在要为大家依次来介绍这九个东西是什么，请各位思考并且安排好你的九位成员顺序。
每个人代表一件东西，最后我们会看每个人答对的次数多还是少。你们好奇啊！好，首先第一件，哎，给现场的粉丝们看一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自拍杆。谁的呀？成员们可以简单聊一聊，但是不能暴露我到底是谁的。猜一猜，对对，猜一猜到底是谁的自拍杆？猜好，不是三号的，是一号的。第二个东西是一个彩色的魔方，那不然呢？彩色魔方，那它是彩的吧？就是谁爱玩彩色魔方？不是金龙局，不是黑白魔方。这肯定是放的。第三个，一颗糖。谁呀？谁呀？好像是一个热头糖。热头。谁比较爱热头？应该是好像是。第四个是一个玩具积木。罗一舟。就谁爱在家里搭房子啊？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啾啾的，我瞎猜啊，完全没错。你们自己聊聊吧。别说话。啊，谢谢。第五个厉害，三八。游戏卡带八，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成员玩的。这是什么？豆包棒。豆包棒什么？豆包棒，那肯定是养猫的。到底是养猫的朋友还是他喜欢猫？去动物园，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我知道了。九，第九个是一个直径大概10厘米的一个平底锅。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不明物体，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你来看啥子。哎，魔方是第几个来着？插一下话。魔方是二。好，九样物品为大家介绍完毕了。这九样物品分别属于一个少年，每人都代表一个常用和生活中有的物品，最后给大家10秒钟考虑时间，确定答案吗？这是一个比赛，希望你们。第一个是什么来着？自拍杆。自拍杆。自拍杆是什么呀？第九个是什么来着？第九个是平底锅。第四个是乐高。第三个是热头糖。自拍杆。好，最后答题倒计时，十，马上，等九，等一下。啊。八，不要抄我的作业，抄什么？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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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对了。五，大家不要抄作业，离开我。谁来个谁？八个是，我知道。三，哎，第九个是什么来着？平底锅。刚才有一位介绍了这个不明物体的用处，刚才谁？孙杨。第七个是塞尔达，第二个是卡片机，胶片机，这是谁控制？都感觉就是上司的。好，最后5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我直接讲出正确答案。现在请各位亮题板，大家看一下。不许改了。好，请
自拍杆银号的，答对了吗？对了。第二个魔方是万佑的，答对了吗？第三个热红糖是孝慈的。第四个乐高是JoJo的。第五个古玩是罗一舟的。第六个胶卷机是小莲的。谢谢你。七塞尔达是我们的一行的。八多猫猫是刘俊的。九迷你波是我们的段星星的。好，我来看一下。星星你是几分？六分。不是伟创呢？六分。关耀几题？七题。七分。周周呢？哎，我想问一下，四号为什么写我的名字？因为四号是我的。就是你觉得你一定都能答对，对吧？哇，周周是满分哎。一周几题？我去打分，厉害啊！五题。五题，所以我们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周周朋友周。这应该厉害啊，有点了解大伙儿啊。太了解，太了解。朋友周，你了解所有成员，就是不了解你自己。对，我怕别人看我的那个答案误了，先没把自己写上。好嘞，我们玩第一个小游戏，稍稍过过手瘾啊。我们先请商姐们把我们的题干擦掉吧，我们马上来下一题了。好。下一题呢也要用到我们的答题板，想问我们的成员们，如果你拥有想要魂穿的能力，你最想和团队中的哪一位成员互换一题？这个最好不要给彼此看啊，自己写自己的。来，给各位思考和作答的时间先到，这个我们先不亮题板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从周开始。对，你想跟谁？我觉得最少的事情就是你。啊！什么？
穿我们的俊俊，是因为他珍惜舞台，想拥有更好的舞蹈实力。接下来小莲，你想穿谁？梁慧文。自己？哦，不是，你们都这么爱自己是不是？当然爱自己，哎，但是真的。哎，要不穿一下你好了，我觉得就出了这男之外，要不穿一下你好了。为什么？蛮会社交的。为什么？我以为我都是打扮的吸引人。蛮会社交，而且很会，是随处随到的，随叫随处随到的注意感啊，就是。哦，是随时会热，随时就有火，是吗？挺羡慕的，挺羡慕的。是啊，一个综艺感好的人羡慕另外一个综艺感好的人。我还好，还好了。所以其实小莲是希望魂穿 JoJo， 因为想跟他一样，就是更有跟大家打在一块的这个开心的氛围，对吧？对，可以这么理解哈。对。他那一场的宝贝，肯定更爱自己啊。JoJo， 你又错付了。还行吧，这样硬要一个答案，那我也没想什么，一定要有个答案，他们就选唐九洲吧。好嘞，知道了，对小莲的答案，接下来都有。那个，那谁是小莲？哦，我想穿小莲。为什么？为什么想穿小莲？我自己想穿。有两种。他的确不像是很享受。喜欢自己喝下午茶，跟朋友喝下午茶。现在很享受，也会在宿舍就唱歌，对吗？有时候又很放松的在宿舍唱歌。对，说这些屁话。生活上，我觉得好小。你是？对，很舒服的人。啊，我懂了，他就是小莲，他羡慕你很会享受生活。对。羡慕你爱自己多过爱别人。是啊，现在不想教他唱歌。所以你们是歌友，有歌会友，你是他的歌迷。但其实你想混他也是因为他会享受生活吧？不想混，明白？好嘞，盖住了。接下来我们下次，你想混穿谁？是自己？为什么？是别人的生活跟你的不太会有太大的区别，就假如用我自己的节奏去那个。啊，就是就算用了对方的身体，还是过得像自己的生活。所以叫你不要故意就是他妈整个排那么久的人就变成自己。是高点。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哈。精彩的。所以其实还是很享受在自己的节奏里生活。我们举一下天线好不好？非常舒服，接下来很好。你想和潘总。也想出穿穿的角色，也是因为舞蹈吗？还是故意的呀？因为发了，然后看到了，只有看到了，看到了，装什么装啊？是怎么样？他最开始看到，我们给他努力鼓鼓掌，太努力了。来，下一个就是刘俊吧，刘俊先回应一下吧。别人想用你的身体试一试你的发力点。我也想用你的身体试一试，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发力方式。就是每一个人的跳舞方式也不是都一样，但是其实没有所谓的正确的跳舞方式。那我呢？有你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你看你。俊俊呢？你想混跟谁啊？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其实也是自己，但是我待会有第二个答案。就是我想，而且自己的名字在于，就是都陌生的人，其实自己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的，就是看自己，然后发现你这个人有陌生。
就看自己的时候。对对对，但是我刚刚思考一下，这样的话我回穿自己我还是看不见自己，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大衫，就是我可能会被他笑死，就是那种室友。我想通过他的眼睛看一看，就是他感觉到我会是什么。我要是笑死，我听到这个答案我也不是很开心。通过每个人他只是想被开眼睛，你知道吗？下次你觉得呢？把身体借给他吗？有点难，有点难，有点暗黑。又转过去了，故意的，故意的，我们把爱看到了。像我们，他就不穿我们的，是这样，他害羞，你看不到。哦，再回来讲吧，把这给你钱，夸张了一点嘛。小豪表示很惊讶，他说是他的指甲。射手座星座，哦，哎，来肯定星星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看他的视频，你知道吗？看他什么呀？他自己写的小说是少爷。我想体验一下他那个当少爷的感觉。一个好励志的故事啊！前几天当少爷，少爷的老爷们，少爷的老。对，我在学老板，好少爷的老爷，爷。体验一下少爷对老爷的感觉，心态。哎，你们能听到星星的麦吗？是不是？能听到，能听到。来，来，能听到。好嘞，小黄，当少爷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少爷，挺舒服的，舒服。大家都为什么？那就宠着你。大哥挡住了。因为我在这里，大家都是。你说这些啥？都很对你很好。好的，尝尝吧。来，小黄，哎，你自己呢？你最想穿什么？我想穿一下我的好哥哥，拯救。为什么想穿你的好哥哥唐九哥？因为他很高，然后智商很高，然后当时我听说他应该是有一件事情。考四级就是这么去我发现的，没想到考四级考好。但是你的哥哥现在在准备播音员主持人，出国考试，啊，是不是要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这个我就不跟我哥哥说了。你要当少爷是吧？对，我当少爷。好的，加油，加油！明白了，我们把掌声送给 XBOX 好不好？会为粉丝们谋取福利，哪一队输会接受惩罚，所以接下来的游戏其实更具竞技性，大家要好好玩，要努力获得我们游戏的胜利。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地我们先站起来，把我们的底板和座椅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到舞台下方，我们要站起来来玩游戏了。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一轮呢环节一共有三组游戏，以三局两胜的方式，最后哪一队获胜，只有今天的粉丝获得粉丝福利，输一队也有相应的惩罚。我们呢进行了简单的分组，请各位听一下啊，我们的分组是分成两队 PK 的，第一队呢是罗一中、严怀伟、邓孝慈、刘俊、孙一航，第二队是唐九洲、刘冠佑、孙英浩、段星星，我们分成了五人组和四人组。这样，我们先请两队成员商量一下自己的队名和口号。我们要起队名，放狠话，来商量一下。小莲，自己没喜欢别人是什么？最好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哎，人是错误。火药味来了，人家不理你。哦，那怎么办？你是吗？对对。三。周成。
那我们人少的队伍优先吧。你们先介绍一下自己的队名，以及你们的口号，以及你们能压倒对方的能力是什么？来，大家好，我们是不摆烂队。啊？啊？商量好了是摆烂吗？摆烂，擦掉。啊，重来重来，刚才没有发声。再来一下。来，我们先来。来，我给你们起个三二一吧，好吧？好，你们先来。三二一，我们是不摆烂。有点隆重，来这边。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不麻烦。你们是不摆烂组合是吧？摆烂。好，不摆烂组合对抗不划水组合。一个不划水，一个不摆烂，好像是你的意思吧？对呀，证明我们整个人是一条心。好嘞，为我们九位少年介绍一下我们第一轮的游戏。第一轮游戏叫做加字游戏。这一轮游戏呢，两队分别 PK， 我会给出起始词，每一位成员呢每次可以加一到两个字，就是你可以加一个字，你可以加两个字，但是呢每一个人依次加的字要使这个句子完整通顺。如果迟迟不能回答，逻辑不通，语义不通，这个人要淘汰。最后我们到最后看胜的是哪个队的成员，就代表他们队获胜，所以是团体协作。我们先请我们九位成员按队伍插开战，就是一个不摆烂的队伍挨着一个不划水的队伍的成员，我们插一个。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完美的插通了。大家准备好注意力啊，我们一会儿从一周开始要开始加词了，要比较快的接，就比如说我说我一周可以说我吃了，我吃了词是吃加一个字或两个字。好，那一个或两个。对，但是有一个注意是不能加语气词。我啊哦啊吗呀啦啦啦这些都不行，要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语气词。一个一个字或两个字，一个字或两个字，你可以加一个，你可以加两个，语义通顺词。要一个吧，要是一个吧，加一个，加一个吧，加一个 ，OK 啊，加一个，加一个。好，我现在来告诉一周一个词，一个字，你要加一个字，三二一，开始。将至，将至，将至。我们的原生词是至。将至，请听。至于。将至，将至。你要把词组成。将至。这样。对啊。三。将至。将至你。你。将至你。不好意思，星星可以吗？试一轮啊，试一轮可以。这样吧，大家可能不清楚规则，我们试一轮。比如从我开始，我的词如果是我加成我饿，记住。我饿了，我饿了，星星。我们饿了，哦哦，可以在里面随便扎的，你们。没事，成人们都懂啊，对不对？那我们开始了啊！放下了，放下了，各位。先重新，我们重新给一周新的词语啊，第二个词。小船。三二一，开始。我陪伴，我陪伴，星星，我陪伴。啊！我陪伴，我陪伴，我不陪伴你，你好。我没陪伴，我没陪伴。笑死！我又没陪伴你。哎，三十秒，朋友。好像是不是加了两个字啊？再来，他说什么忘了？我又没陪伴。
棒的。我又没陪伴。啊，好，我们现在要加速了，俊俊，别人不能提醒哦。我又没不陪伴你们吃饭。两个字不行啊，一不容。非常不好意思，我们这一轮游戏有好几轮，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淘汰。第一个淘汰的是俊俊。哇，我们稍事休息。啊。俊俊，你是什么队的？是不管烂还是不划水？没事，我们组多一个人。对，啊，组同时一员。好，我们下一个词。一周，从小航开始吧。好，来，下一个词是。我想看一下。对。三、二、一，开始。谁呀？米果子。米果子，九九。米果子好。米果子好，没有。米果子好棒。米果子好棒，三词。啊，米果子好棒棒。米果子真好棒棒。米果子真好棒棒。米果子真好棒棒。真好棒棒。小袁，米果子们真好棒棒。哎，谢谢，可以啊。米果子们真的好棒棒。哎，同时两元，现在四打三了，可以啊。好，下个词从一周开始，三二一，开始。我跳舞，我跳舞，星星。我不跳舞，不跳舞，小袁。我。淘汰。五四。淘汰。跳舞，我又不跳舞。淘汰。我又没跳舞，我又没不跳舞。笑死我，又没跳舞。爸，不好意思，是语气词，完了。我们这个人笑死了，好像打了四个都在对吧？对，哎呀，怎么回事？三位，这个游戏词是没事。好，三二一，开始。有加速了。约定你。约定你们。约定你们。我约定你们。我约定你们。我们约定你们。我们约定你们。我们要约定你们。我们要约定你们，我不可以，那个两个字对吧？我这是什么来着？我们要约定你们是吧？啊，那你信啊？那我们不要约定你们，我们不要约定你们。没必要约定，我们没必要约定你们，我们没必要约定你们。我热爱，我好热爱，我好热爱，我好热爱着，我好热爱着，我好热爱着表，我好热爱着表，表，我先淘汰表，小号，热爱着，哎，哈哈哈哈哈哈！我想问一下，没有没有，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表，表。不能单独用，因为表不是一个单独的名词。手表的表。但他说的是表演。拜拜。比赛预赛来了，完了。好嘞，现在还是二比一，对吧？怎么？对，你要加油，就是第一个，你要偏过他们两个。下一个词是。
夏天见到你，夏天见到你们，你们，我爱夏天见到你，见过了一个字，不好意思，说了两个字。我少年，阿佩，我是我少年，我阿佩。对不起，舅舅，你的歌不是。我爱上反了，祝我乐队又更顺利。我想问一下，我们还玩三次吗？这样吧，再来报名好吗？这是我们队伍的奖，是什么吧？先告诉我。好嘞，所以这一轮我们是不管乐队获得的。第一关的第一分，恭喜！我们的木华水队要加油，因为还有两轮游戏。大比分如果是2-0，就他们队先取得胜利了。第二轮的游戏呢，叫做逛三元，大家应该都玩过啊。这个我也擅长，很擅长。示例是星期天逛三元，什么原理有什么？要交叉吗？交叉，你们先交叉站。我前几天来，我不太行啊。你就刚这个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几个战略，不一定每次都是这样的，可以，可以，对啊，打乱打乱，打乱一下，好的，那第一轮俊俊你来出，我们请键盘老师给我们一个 B 啊。就是这个节奏，稍微大声一点吧，大声一点点。星期天逛三元，植物园里有什么？植物，你要明白。我想说的是这个节奏，就是你们要跟着节奏。来吧来吧，俊俊，你开始出题。快走！星期天逛三元。植物园里有什么？蝴蝶。植物园里有什么？没有这么慢了，星星。我要找这个节奏。对，这样，我们示范一把，这把不错。但是节奏是蝴蝶、树木。哎，啊，最多拖两拍，最多拖两拍。蝴蝶打树木，打，我们来打着，好不好？对啊。来，决定重新出题。走，今天逛三元，动物园里有什么？老虎。大。大象、猴子、长颈鹿、猴子、什么？狗、没有、猪、鹿、马、海狮、企鹅、北极熊。一周，不好意思，好强。行，我输。刚才谁说过北极熊了？传出来了，对吧？好嘞，所以一周在旁边没有玩游戏。好嘞，休息一下。接下来，小黄，你开始，我们 B 继续啊，你来请。我们可以加大难度，比如说，猪猪的身上有什么？俊俊家里有什么？好，来，来，来，好嘞，预备，走。今天逛猪的家，猪猪家里有什么？眼镜，马桶，垃圾桶，我，面霜，电视，帽子，磁套，沙发。牙刷，电脑，哎呀，我的老公，
不好意思，怪六去陪伴你的小伙伴了哈。接下来，宁浩最好是把屏幕上下压一点。好，好，好。来，我们要开始节奏了，继续。星期天上三轮。好，俊俊，开始。这是万圣节 ，Xbox 见面会有什么？啊，等等，李果子。好。什么？李果子。李果子。李果子。开始。好。好。大哥。开始。这是什么？今天万圣节见面会有什么？李果子。国旗。国旗。灯。粉丝，哎，口，林浩，你这边好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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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俊，出题。出不了，我好机灵啊！来，俊俊。是故意算好这个四手的坑位去害他们的吗？没错，也没有这么聪明吧？你还挺想唱歌吗？好嘞，恭喜你们是鹿板鹿花犬队，现在比分1-1。好嘞，现在比赛逐渐白热化，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看看到底哪队可以获胜。为我们几位少年们介绍第三个游戏的规则，叫做音乐小火车。两队成员这次不用插开战了，按组的成员站在一起，你们会被套在一个小火车的道具里。前面有一个麦克风，我会给你们关键词，你们要去唱符合关键词的歌曲。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说的是天气，比如说你们队想好了，你们就开着小火车到这儿，阴天，一个人，下个人继续唱，要四个人都唱对才能过关。一个人不唱对，整队回到舞台后方。说一句歌词还是？两三句，但是不能错。哦，旋律要说。接歌，明白了吗？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道具们。小火车，看清楚了。来，我们小火车成员们可能得自助。对，唱完四个字再来。唱完再来。这我在。请两位成员退到舞台后方，就是最后一位成员要在这里。这么一样的，因为你们跑到前面，看谁先抢了。好嘞，你们明白规则了吧？都明白了。这一轮的，你们不仅，其实第一个跑的不一定是能回答正确的，要想清楚五个人都对才行啊。对对。第一个关键词。动物，三二一，好，好，来，
回去，赶紧回去。摇晃不行啊！摇晃不行。
可以北北欢迎一定要北不是不是唱的是北五四三二一我是不是下下哎可以好可以是这个下顾欢宁浩你们要想第五首赶紧想五对方唱成功过的歌，回去。那两只老虎也成功了，两只老虎也成功了，两只老虎也成功过，两只老虎也成功了。主持人偏心，主持人偏心。啊，怎么敢对着镜子？三左边 ，OK， 朋友。啊 ，OK， 雨爱，林浩。这里又不是好位。对，就是上下。他那个下又下。好，第五首，五、四、东华的是他们唱的，你们唱的？是谁唱的？开始找签名照吧，别拍板。
特殊的任务接受了惩罚。其实他们也把我们的幸运毫厘给大家带出来了，也相当于是帮我们赢得了这个粉丝福利。我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奖箱，请刚才我们不摆烂队的五位帮我们抽取五个座位号。
我是觉得挺好。其实成团这一年时间来啊，因为疫情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还是很少有和粉丝对吧面对面的机会。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团体的舞台，也是 XFORM 和我们的公司第一次相遇。想问一下，我们的 XFORM 有什么话想送给来到现场，以及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依次来吧，就。终于有机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们是非常珍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这个粉丝的。那么，这个 BGM 也算是出乎意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机会吧，还可以在台上潇洒，然后跟大家共同享受这样的时刻。在座的各位，然后还有没有到现场来的各位的支持，我其实觉得这一路特别幸运遇到大家，不光是，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认识我们吧，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守护着我们，其实一直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我觉得对于我而言，上舞台其实是一件我自己很想做的。
我们大家总共都是一路在积累在努力，然后到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守护在我们旁边，然后希望大家的努力也会被看到，然后希望大家也每天开心，每天幸福。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接下来我们的音乐当时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群聊，然后偶尔聊聊天，一起干事，然后就是总感觉还是就是时间不会溜走。就上一次跟大家见面，就笑一下，然后一年后再见到大家，就希望能够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还有时间，希望多跟大家见面。好的，一定会。星星。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国的。所有的话，大家都说了，我跟你说一说。这一年多过去了，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很难有相信大家整个人聚到一起，真的，我们全都是满足，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那种团的韵和火爆。对每个人大家一起排练到凌晨的时候，我觉得突然回到某个时候，就觉得就是我想要团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很多的朋友，我希望大家能珍惜所有我们今天的朋友，珍惜该来的都能来，还是我厉害啊，一切都会更好。加油，一切都一定会更好的。接下来小豪，我就想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是那个希望你的声音，可能以这样的身份去介绍自己的时间也不是太多了，但是呢，我是觉得可能我们是走的会比就是起步的会比别人晚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会比。因为没差，我们都很好，然后我也会一直不退缩，向我的目标一直前进，做到我想要做到的。谢谢。现在我们就是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机会，以更好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相信我们的 XO， 我们只会上台，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舞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的。璀璨星途，过目开阔，一往无前。XO， 就像咱们的 XO 的英文口号一样，因为有现场的每一位少年，才能一往无前，开拓未来。我也希望我们 XO 少年们一路走花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唱自己想唱的歌。那么就在为了这次见面会 XFORM 的一周年 EP 届，在昨天呢也新鲜上线了，想必大家今天也是一直在期待着我们的新歌首秀，对不对？对。今天见面会的尾声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XFORM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甜蜜无敌的什么歌？老舞台。把舞台交给我们这位可爱的少年们，有请。
所有的粉丝们一起拍一张大合影。